就龙那个阳明院。同学有放屁，就是有一次在那个，好像是社团里面还是怎么样，我们那个医院，然后就是他们说，那个时候管道的，然后他们就说是那个脚上的筋把骨头拉到裂掉了。裂开。对，然后。对，结果后来上面都到了，然后相片上看起来的确有个裂。然后正常来讲，那个就是裂掉的话是第一周它会越裂越大，然后第二周它越小。是。然后结果第二次去照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任何裂，一切正常。这代表他们一定把一个人的 X 光片拿错了。哇，太夸张了。然后就代表说有一个其实脚受伤了的人，然后他死心塌塌就被当没事丢回家。这时候可能就太、就太惨。你让我白打一个礼拜的石膏，还没什么问题，就是不方便一个礼拜。那有人可能是有一个人他受伤了，然后你完全没有治疗他。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讲这个讲到压力，我们就讲到水里面的压力哈。我们想象一下，哎，那个嘉豪同学，嘉豪同学，嘉豪只是累。把嘉豪摇起来，好不好？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It's a new start， 加油！这新的开始不跟上，等一下又不知道在讲什么，就很麻烦，好不好？彩妮同学，麻烦注意一下。加油！维系两个章节认真。啊，对对对对对，来我们看一下，这是水里面哈，我们看水里面的，水里面的这个的状况，来看一下水里面的压力，水压。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压力的定义就是力量除上面积，对不对？好，假设我们现在这个有个点。这个点上，我们就讲这上面是个类似一个空间，这个管吸管好了，吸管。它是空的。哎，里面是装水，一样装旁边的一模一样的水。这个底面积呢？啊。这底面积是 A， 可以吧？这高度是 H。H， 请问这个空间有多大 ？A H。A H 非常好哈 ，A H。啊，体积知道，请问它的质量多少？乘以密度，乘上密度非常好，乘上密度 low， 啊，就是质量嘛，对不对 ？low 就是质量嘛 ，low 就是密度啊，就是它的质量哈，质量就知道了。好了，请问它所受的重力有多大？质量密度，哈，再讲一遍。质量密度比密度。我说所受的重力耶。它这边的质量是 m， 它所受的重力是多少 ？mg 哈，等于 mg 就等于 a h low g。它不是在水里面吗？那水里面受重力啊，不受重力吗 ？mg 是 mg， 质量乘上重力加速度。啊，你说 ，low 是密度 ，low 是希腊字。哦。嗯。我是英雄联盟啊。不是那个 low， 不是那个 low 哦，不是这个 low 哦。要不要写 D 呀？啊？要不要写 D 呀？课本写 low 哎。你在寂寞啊？课本写 low 吗？浪费吗？有漂移的？没有啊，习惯上在高中很多写 low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写 low 哦。因为高中很多。我们在高中很多代号也多，所以他用很多不同的用希腊字来做表示哈，像比如说像上次讲 tau 嘛，就是那 tau 就是那个例句。嗯。tau 记不记得？就是很像 Z 的。像 T 吧，像 T， 它是这样写啊，它是应该是类似 T 的，类似希腊字 T 的小写。好朋友。啊，对，好朋友。我觉得，希腊字中最重的一个字是 Omega。Omega， Omega， 你说这个吗？就是小写哈，就是 Omega。为什么是念 Omega？ 它是毛蛋蛋的。I don't know， 然后它的大写是这样写。很可爱，结合起来。Omega 不是那个运动吗？啊，鱼油，啊对啊对啊对 ，Omega 是用鱼油是这个，这不是电流的那个，电流电阻也是 Omega， 对，电阻是这个 Omega。那是哪一个字啊？啊？哪个英文字 ？O。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字，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 O 哎，我不太清楚啊。O M G。好，到目前为止没问题。Oh my god。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些重力作用在这个面积上，所以这个面积上感受到的压力是多大？是力量除上 A，是等于什么？就是 H low G 的，对不对？你看一下课本哈，这边是，对，他写 low G H 啊哈 ，H low G 是一样的意思哈。哪里呀？对不起，第七至二四。这是他的复杂。啊，七至二四哈，
但其实就是这边讲的是两个之间的压力差了哈，他讲压力差，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现在讲的是说距离水面的一个 h 高度所得到，因为我们这边是零哈，这边是零哈，那在这边课本上它差别是这边是有另外一个力量哈，但是让这个部分它是用一个，它这边其实在讲另外已经讲到浮力了哈。它讲到浮力去。LOW 是像 Q 的东西吗？LOW 是一个像 Q 的东西。LOW 是一个像 Q。对 ，LOW 的写法是这样写的，看得懂吗？它从下面往上写。老师，你可以写一个反向的 Q 吗？那你在同一个角，同一个底吗？你说这样，反向的 Q。对，反向的 LOW， 然后连在同一个底。你说这样子吗？对，然后再跟它同一个，连向同一个点，然后写一个。这样的。对，双子叶植物。好可爱。好 ，OK。我只要自己可以区分就好了。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讲说水里面啊，水里面任何一个点上，它的压力是多大，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概念去想，因为这是想象出来的，我并没有告诉你说这个东西的面积有多大，你可以想象面积事实上是一个点。它的点上面还是有一个管子，这管子在上面那个点上所造成的压力就是这么大，这个面积是想象出来的，所以它可以是任何一个点，所以任何一个点水深的面积，任何一个水里面任何一个深度的面积，它任何一个点上它的压力就是 low gh， 对，啊 ，low gh， 哈，任何水，任何一个液体，是指说它的那个深度，然后乘上它的密度，对，再乘上。是任何是四面八方的，四面八方的。所以它贴在那，所以我们只要算上面，这样就好。贴在这里的时候，它不能算上面，因为上面是贴到玻璃嘛。没有。对不对？但是这边我推它，对不对？那作用力、反作用力是相等，因为它不会动，是吧？是在这边这个面上又给它一个压力往下推，这样懂意思吗？它没有侧边的。会啊，会。你有任何方向推它，它有个侧，有一个相对的一个反作用力作用在它。啊，然后其他就没有了，其他就是里面的压力是会。你说在这边吗？对。它是同个点上啊。哦。啊。那同个点上，就四面八方都有压力。那这样要怎么？是啊。啊？那这样要怎么算？我突然有点练习，不要这样子。我们先知道 ，OK 吗？我们先知道一个概念是说。它在任何一个点上，它的四面八方的压力是一样的。嗯，这件事情先确定完之后，它不是要乘上一根什么？那这一点的压力，我们如果说讲到水深知道了，我们可以从这水深去算到这一点的压力，对不对？这个方向的压力。对啊。那就可以知道下面这点压力多大。然后侧向嘞，还有。侧。那它这样。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实验得到的。好，怎么做呢？个测下。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是可以做实验得到。我们曾经在国中的时候有做一个实验，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拿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干嘛啊？我感觉像那个像那个金牌特务里面脑袋炸掉的样子。
有点压力，对不对？但是因为那是感觉，我并不清楚。但是你用这个实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在空气中呢它是平的，你放到水里去了，它会被压进去，会凹下去。而且放越深，它凹的越深。这时候呢，你把这个勺子啊四面八方转一下，你会发现它在同一个高度的时候，它四面八方转，不管怎么转，它的凹面是一样凹，表示什么？在那个水面下，不管它任朝向任何一个面，它得到的压力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实验来证明，这个水里面的压力跟四面八方是一样大的。我们来做这个实验。懂我意思吗？我现在是准备器材哈，因为我们学校没这个器材，那我想办法准备。现在只要套一个那个。气球之类的，气球比较好，保鲜膜它弹性没很好，气球是比较好，气球的皮啊，气球皮是比较好。气球剪破的。对，但是它前提是，第一个这个勺子呢，这边要气密，啊，这边要气密，那这个孔要开孔，因为它让里面只有空气，所以它是可以被压缩的。如果是满的话，它不容易被压缩。这个难度很高。啊，就是它这个勺子是中空的一个水管，啊？就是一个管子，然后里面可以气体。对对对对对，所以它这样这边压力压它的时候，它气会跑出去，跑到外面去嘛，它所以就会凹面。单纯是用水压把气体压下去。也可以啊，是让它，但是效果比较没那么好。如果气体被压着的话，效果会好一点，啊，效果会好一点，效果会看得更明显，它凹的很多。所以那人如果也不会那么难，要找材料，你说。如果人就是下到海里，肺会缩小而已。对对，四面八方是一样的压力啊，你并不会说很简单，在另外概念在想啊。你人在水里面，你如果不游泳不动作的话，你认为你飘来飘去的吗？对啊。啊，你都不动作，会沉下去。如果没有水流的话。OK， 假设在泳池里面都没有人。如果你放松的话，假设你的密度跟不过你还是会沉下去。假设你的密度跟水一样大的时候呢，你会沉下去吗？你会在中心。会停在那边不动，对不对？中性。所以停在那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表示说这个点。它不受力了嘛，力平衡是不是？嗯。力平衡，那因为假设你这个点，假设就看一个灰尘在那个水里面哈，这个灰尘的四面八方的面积跟假设是一样。可。那它都不动，表示四面八方压力一样。对。可以这样解释吗？好，所以这是一个可以从实物上证明，跟一个从想象中去证明它得到同样结果。所以在液体中的任何一个点，它的四面八方都是相同的压力。那就跟那个。我们在潜水的时候，要把那个气压平调到你可以刚好在水中动不动，就是你不会上升的。应该不是调气压平嘛，应该调你的重量。不是，它有个那个调节器。对啊。那个是什么？有个它是有个平都变大变小吗？不是啊，它是你会穿一个像救生衣的东西，只是它是充气。OK， 了解了解，所以你充气的时候，你的衣服会在膨胀一点。对，了解了，那是对，没有错，那意思。我们要想办法让它平衡到。冲到一个都不会跟地上一样。对，没有错。很漂亮的那个温度计就是。对。那全力六度计啊。对对对，然后它就是浮上去的那个。嗯。我家有那个，我家。你家有？我家有。可以拿来借一下吗？同学，你家什么都有。你们家什么都有啊？真的。啊、哦，真的，它最高，今年是比较高，最高是几度？它最高三十几度就，嗯，就是测气温加力。我爸超爱那种东西，那个超漂亮，真的。哈哈哈。打那个东西，这个其实很有趣啊，我也有时候想说自己做一个。这很难做吧？因为你要穿外面。不是，我家是那个第二张。第二张图，这很小的啊，那很大，很大了，但是这么大的，我有点手抖，那就很难做，那个很难做吧？但你要上旁边的那些的金属或者什么玻璃之类的。它其实是配重的啊，就是你这个球做完之后，你配适当的重量，让它在某个温度可以浮上来，刚好在某个温度可以浮上来，所以你就看这上面的最后一颗是几度，它就几度。这是最后一颗。对，就看最后一颗嘛，最后一颗这边就是几度，它就在。那你温度又上升的话，它就会这个也会浮起来。然后你并排反相跟，它就接下来它会有慢慢预测，接下来中午气温，然后到晚上气温效果。啊、哦，真的、啊？其实没有。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我下次那个科学实验室想做的东西，但是感觉好困难。这很困难啊，这确实很困难啊，这很难成。加入吗？啊，可以啊，就有我不是找考地瓜，考地瓜是考地瓜下礼拜一啊。什么？哎，下礼拜。你带东西来考吗？啊？自己带东西来。你要带什么东西？带肉。可以烤棉花糖吗？棉花糖去用窑烤，你放进去会看不见，会容易烤的。对。我可以预约地瓜。哎，肉应该也会焦掉吧？肉怕温度太高，做会变那个。因为外面要包一个是吗？对啊，包一个。煮好哎，你煮好哎。那我去想要关掉。包装买个肉块。你在看什么？没有，刚那个浩轩在反映说那个什么每周统计表，大家好像什么比较习惯看到过去的方式，过去是什么方式？每周统计表就是宿舍订餐每周统计表是这样的。啊，小我不知道，没看过，应该只有传奇。哦，就是那个。哦，他很乱，我觉得超乱。你说新的那个表旧的也很乱。新的不好看吗？旧的不好看。你没有新的叫旧的表吗？我看过新的，真的不好看。啊？新的不好看吗？我因为新的你要查你那个有多还是少的就不好看。有多还是少？就点进去了。试那一天。点进去就知道了。那天有没有？旧的比较好看。你看你有你没有那些浅的，就是有点的。对啊，你这有点的，就是比如彩云这天有点啊，仲云这天有点的，知道了。反正就有钱的，就是有点的。我看我188哎。对啊，你吃那么多。好厉害！顶屁啊！我靠，吃那么多啊！我靠，吃这么多！我靠 ，No wonder！ 难怪。我靠，真的。OK， 所以这是。旧的比较方便，旧的超乱的。所以这比较方便嘛？我觉得比较旧的超难。还是你们需要有写进去，同时间把每天的东西都列出来。你们现在是？常常写，然后像我们当初是整个学期才是一次，所以用那个旧的表看很方便，就是直接算出来就好了。可是我两个礼拜就那个了，我两个礼拜就那你就对，我不然后就那个。好，我一学期就起了7-8千出来。一学期几多？7-8千出来。我没有吃啊。我几乎都没吃啊。好，所以这个压力部分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吧？同学，没，没问题。我们看一下那个课本的120页哈。不要。很疯狂。它这边这个叫做水压机啊，在下面那边哈，水压机。水压机。是举重。它其实是一种类似像我们用的千斤，对对对，它千斤顶的意思哈。千斤顶。千斤顶看到哈。基本上，因为我们知道说液体啊，在液体里面每个点上的压力都一样。但这个联动管哦，它的概念是这样，因为它有施压，所以它施压的时候，它就不能用，我们就不能用高度来看它压力哦。它施压状况是，它会力量给进来之后，它这里面所有的管子里面的压力都变得一样了，因为这力量已经比你本来的重力所给的压力还大。我这样讲懂意思吗？同高度压力不一样。它同高度压力不一样，它整个液体里面高度面积不一样。所有的压力都一样，因为这算是小的空间啊。我这点压力跟这点压力，实际上因为假设正常的情况之下，它有重力的影响，对不对？可是到两边都施压的时候，这个压力一定比里面的压力大很多，所以我们只考虑两边的压力。我这样讲懂意思？全部的压力都一样。对，基本上全部压力都一样。所以等高压力其实都一样。对，等高压力也一样，但是不等高压力也一样。所以只说 SK 那。对，基本上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比较不会去考虑那个高度的影响，比较不会考虑高度影响，因为高度影响。那跟面积有关系吗？跟面积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这边的力跟这边的面积，跟这边的力跟这边的面积，这相除下来得到压力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小面积，我上面的力量一点点，可是我如果从那边压下去的话，我可以得到一个是大面积上的输出一个大压力。大的力量，大面就可以得到一个大的力量，因为压力相等。所以假设把一块汽车放在这里，可是它会很难压了。对，很难压，但是压很多。压很多次。要压很多次啊！哦，因为我们得到的体积是固定的，所以假设我这边压进去1公分，我这边可能是上升0.001公分的。嗯。啊，上升的距离很小。你看，简单来讲，我如果说这边一个大面积的一个管子，我这边一个小面积的管子，画夸张一点，差很多。我靠！哇。
实际上刹车是这样子哦，刹车就只有差一点点哦，所以汽车的刹车，所以你看这么大的汽车，碟刹还是普刹？汽车。汽车的刹车，我们先不管碟刹或普刹，我们现在都不管，我们只管施的力压力，施的力量。普刹。你看我这边踩，你看我这边汽车那么重，它跑那么快，可是我刹车只要一踩就卡死了，对不对？为什么？我踩就踩一点点，踩多深？五公分。我个踩大概是五公分或十公分左右，我踩十公分好了。我踩十公分，这管子假设我的直径是一公分，我这样总共踩多少液体进去？踩十 cc 对不对？十 ml 三次方，对不对？我就踩十 cc 进去。它那边会腐蚀哎。假设我这边的面积是十，十就有点小。假设我的面积是一百，五八，零点一公分。我上升多少？零点一公分，我上升零点一公分而已啊。可是我的力量多大？我力量是一百倍哦。啊？是不是？哦，把我往上比。对，往上比力量是一百倍哦。我这边假设用一公斤的力量的话，我这边可以得到一百公斤哦。帅帅的。我如果用三十公斤的力量去踩，脚的力量很大嘛，脚不止就踩一公斤。你踩得到三十几哦？踩三十没问题啊。你的体重是三十公斤，你可以踩到三十公斤了。不是啊。坐着，你像是坐着然后压下去的，一样啊。大腿是全身最强壮。对啊，而且还有肌肉的问题啊，绝对可以啊。对啊。你看多少人在跳？要怎么测那种东西啊？要怎么测你踩多少？啊？你去健身房测多少？其实简单来讲，你就有时候那种东西上面一条的，它会把它顶上去。简单来讲，你后面都有靠着啊、哦，我一个那个一个秤放在前面，我就这样踩它，我就可以知道踩多大力啊。你要踩三十公斤不难哦，可是如果这样放大的话，这马上变三千公斤的力输出。哇！所以这其实汽车里面都是水的吗？不是，它就有个管子，那管子里面是刹车油，是刹车油，什么叫刹车油？啊，刹车油里面就是这样的结构嘛，所以你这样子很小的力量踩进去，你可以把一个很大的力量推出来。哦，所以其实刹车它是连到一个油瓶，一条管子，然后里面有油。对。嗯。对，然后你知道不是没有电动，不是有电动。我还没看到电动的刹车，我没有看过，不是说已经没有，我没看过。对呀、啊，脚踏车的刹车跟这个我家的车子刹车不一样。脚踏车的刹车就是为什么没有啊，脚踏车的刹车它是车没有啊，是有压的、啊。那为什么他会自己停车？你讲的是为什么他会自己停车？他会有管道，你讲的好两种概念。你讲的是你们家应该有那个类似跟别人车太靠近，然后就有刹车嘛，会减速嘛。假设自动应该说，假设从很远的地方慢慢靠近，第一个他先减油门。他虽然是变速自动吗？对，在对啊，它是自动的，但是自动的刹车也有。等一下，自动的意思不代表说这个过程一定是没有这个过程。啊、哦，这个过程可能还是有的，它只是改成不是用脚踩，它可能改用一个连杆，用个连杆去带动它，有可能是棒骨，有可能。通一下。它可能这边除了这个脚踩的部分，它怎么开一个联动，一个是我这边可以带那个棒骨去打油进去也可以。啊、哦，这两动，一个是脚踩，一个是机器来控制。啊、哦，那机器控制的时候，它就一样可以把油压打进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超像的，那那边会有个上限让它卡住啊。对啊，上限会有上限卡住啊。那个他妈的烂钱。什么？叫什么？老师。哎，你说。我觉得枪女。太小了。就是。对对对。有，但是它应该是在哪里？它的油压会用在。对啊，枪。用在哪里？生存游戏的那个。有一些用气啊，上面有一些气枪的，但是它不是这个原理吧？电动跟气压，他们气压的话有一个油压的，那如果是比较小型的，他们手枪这就可能用瓦斯。他们是瓦斯，可是瓦斯瓦是这个原理吗？长枪不是不会用瓦斯，可是你说油压的部分，你说枪油压用在哪里？我靠，电动可以不用瓦斯啊，那长枪可以不用瓦斯，然后长枪也可以单纯电动，然后有一种是就单纯是压空气的。我知道。Okay. 好，我还不太清楚，你说那个瓦斯枪，那个空气枪里面用油压的部分，它用在哪个地方？就是好像是你要拉一个东西，然后它就会把空气压缩。啊、okay. 哦，就是那个地方有油压，你要去保养它。它那个其实它那个不算是油压，它那个部分算是。那算是空气垮它那个油算是一般来讲，我们叫做类似怕它漏气的油。就是你在压的时候，如果说里面那油的话，它是缝跟缝是滑动嘛、啊，
滑动中间没有间隙，对不对？会漏气啊。所以我现在上油之后，它比较不会气不会出来，所以在推的时候才可以把气全部推出去。否则假设这边有油会漏气，我一推，它气会从那缝缝里跑出来，它就浪费你能源了。所以那个算是有点像我们叫真空油啦，就是它会上你油，保护你那个在作用的时候，它可以把气保持在里面，不会漏，不会漏气。单纯气枪它只是一个橡胶片，它一个开口大，一个开口小啊。然后这边它是一个密闭的空一个地方，然后它的你按下去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敲的地方去敲那个瓦斯，就是瓦斯瓶那个气嘴，所以它会在大的地方喷出来，然后往小的地方。那是一种。那是一种有不用瓦斯的、啊。对，你讲是瓦斯，你讲是用瓦斯枪，我们讲是可能是电动枪啊。不是，用空气，用电动空气枪啊。你讲刚才空气，用空气压缩，然后有压缩，电动来吹那个气的。是，对。然后 ，OK，Anyway，、它里面是基本上只要有气室在滑动，有滑动键的话，像刚刚那个嘉豪讲那个不电动滑动键，因为它只把气嘴打开，它可以靠外面来顶它，它不一定有气室啊。但如果有滑动键的气室。通常要上油是为了要保护那个漏气的问题，啊、嗯，对，那个保养没有错，因为它要避免它的间隙变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讲这是帕斯卡原理用的这个叫做水压机哈，那接下来就是连通管的概念，连通管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等高的时候有等压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水面下，你看任何一个点上，不管这上面的构造长怎么样，在每个点上它得到的压力都一样。啊，那这我们平常的运用会应用在哪里？这个东西可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会用到。对啊，那我想想，那叫什么啊？学校的水管。不是，那就是那个、啊，就是水塔。水塔。水塔怎么样？是什么东西啊？水塔要流水出来。水塔流水出来。是什么东西？这个是连通管的，就是说在不管管着你接啊，它的水龙头啊，你那个是就是那个抽水抽、okay, 水塔。你可以这样讲，没错。我假设这边接个水龙头，对不对？水龙头打开的时候，水就从中流出来了，对不对？还能全部一起下降。对，全部一起下降。那一般来讲，假设我这是一个山啊，实际上你可以这样想，我这边有个水塔，我山流下来的水，我这边只要有接通，我这边有水管的话，我水管的水会流到水塔里面去嘛？对啊。啊，这是个连通管概念，因为这个是开放的，都是靠重力影响，所以这重力的影响会把这水挤到我的水塔里面去。目的是要让这个水塔，假设这个水塔很高，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水塔的高度会跟这边的水流的源头的高度是一样的，啊，这连通管概念啊，基本上会这样。所以说，基本上你会在很多地方设水塔，就是为了让你得到一个高压的水，那再去往下流，再去往下流传递出去啊，那就自流。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东西会常用的，还有一个是以前的盖房子啊，假设很远的地方你要抓个水平。你希望这个面是水平，啊，你会拿个两个那个那个水打，啊，我家水机打进去。你不对，你家水打那不一样啊。我们讲这是自动自然流动的，大部分的像我们家的水厂是自然流动的，就是因为我们从给水区啊，那个自来水厂比我们家高一点，所以它水会流到我们家水厂。哦，是哦。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用马达去打水。对，你是马达还是什么？马。也可能一年几年要保养啊，要换要保养。所以你不能控制你们家水塔的水位。会啊，它有开关的，你水越满的时候它就塞住了，哦、它水就不进来，它把它塞住。那加一个游泳池。啊，如果那个水那个坏掉，那水会冒出来，没有错啊，对。那像那个连通管，以前很多盖房子都有看过，就是它有很长的水管，两边。装水之后把它拿高，你就可以抓住这边的高度跟这边高度可以抓出来，这是一个水平。哦，平衡的。对对对，它就是水平啊。这是台北比较什么啊？又偷别人油的时候也是用那个连通管。偷别人油的时候它是渗口吸嘛？口吸。它是吸口。对，吸口。虹吸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啊。简单来讲，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虹吸管。你好浪费纸，因为这样翻的，你就很。我换个不然嘞。不然该怎么办？写完了翻过去办怎么写？你可以写下面啊。好了，主题不一样啊。比如这是一个杯子啊，我里面装了一个水管，这样下来。好了，那我吸一口。假设我如果只把水，假设这是液体哦，用红色表示。我水如果吸到这边，它会快速移动。哇、欸哦，好猛啊！我水如果吸到这边，我就放开。会不会有虹吸现象？不会。
你要吸过来，我要吸过来，最高点，然后吸到这边可不可以？可以啊。吸到这边还不行啊？嗯，是啊。要吸到哪里？要吸到水面上面，要吸到水面以下。要吸到那里会流回去吗？对，我吸到这边还会流回去。不相信，我们就马上做实验啊！我们刚好有器材，是简单的。所以如果你要抽别人的啊，我有水管啊。所以如果你要抽别人的油的话，你要先。对，要先抽一口啊，先吸一口啊。小心不要喝到。偷油要干嘛？就是公车上面有厕所。那干嘛偷？好臭！哇，超蠢的。我一闻，出来就塞住了。到底是哪里用嘴巴吸？我用力吸的。哦，晚上都不用。来，现在好，帮我装个水。吃饱。我放烧杯。让我想到一个电影。我就是有人在，就是。有一个，就是他请那一整个房子的人吃曼陀珠，然后再从他们的厕所倒可乐，所以就他们整个那个粪坑就崩。应该不会吧？不会这样，不会这样，他经过点味会被消化掉。对啊，然后拿倒掉，他就崩。他那个臭味放掉了。我现在把那个水面拉上来，你看拉到这边了吗？我放开怎么样？回去。哦，是不是？脱掉。啊，所以我必须把它怎么样？要移到水面下面，我只要水面下面一点点就可以了。你看一下，你就留下来。不像你把管子。会狂喷。你可以把管子举高吗？你可以举高啊。不是，我说管子而已。就是。你就把那管子举高。再一次，再一次。举高，你看举高到什么时候会流回去？它比水面高。对，它只跟水面比啊，看一下。你看到、哦、我现在拉，看到这边就不流了呗，水面一样高都不流是不是？对啊。好，我再高一点它就流回去了。我靠！太高。你看为什么不流回去了？因为又发热了嘛。水面。又跟水面一样高对不对？啊，这边低一点。可是它回不来啊！要等到什么？要等到它又过这个最过这个坎之后，啊、哦，再回来。水。啊、哦，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有时候讲连通管，有人说连通管可以往上吸是不可能的哈。你刚才往上吸到这边就过不来了，对不对？好、哦，那我如果把它接通之后，你看一下。它可以整个重灌。啊、哦。我现在如果往上举，到比那么高的时候，你看这边就被吸回去了，看到被吸回去吗？看不出来。要等一下，要等一下。把这拿起来，我操！你看，这屌爆了，很有趣哈、哦。好，所以那你要想其实那其他的水龙也可以嘛，比如说，都可以。其他的这些都可以啊，都可以啊。所以是，你只要可以第一口气就，我，你就可以。第一口气要过这个坎，拱哎，这个拱。一头。对，要过这个坎。哎，那我是一太极。都可以啊，你只要你只要过这个坎就可以了，你只要过这个坎，你就找那个意见，对，你只要就过那个坎就没有问题了。没有，你看我现在把它再拉高一点，好，吸过去对不对？你看吸过去就没有了。那我要过那个坎，我譬如这个坎现在这么高对不对？我现在坎这么高，看得见吗？啊，在这里，我现在放开会怎么样？吸回去，就吸回去嘛，啊，又吸回去，对不对？那我一定要这个坎，一定要这个水面比它低，它才要低。什么出来了？哦。啊，所以我一定要刚，其实你看刚会不动，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间太多空气了。太多空气，而且一段一段都有水，它形成一个阻力哦。它的阻力导致它不会移动，所以我必须弄很低，让它压力差变很大的，它才会。啊！哎呀，还压着吗？这边压着，那不会流出来。啊！都气压的。都是气压的。那如果你把压住，会造成什么样的意思？
水会吸出来啊，然后吸一下。它会喷出来。它会吸出来，我们到外面去了。这个刺激。好痛。然后甩完就下课。对，甩完就下课。